这里是休斯顿，对于这个大城市我们并不感到陌生，甚至不用导航就能轻车熟路，原因是孩子他爷爷家住在这儿。不过我们的房车还真是第一次到访。房车安置在后院，先洗洗衣服收拾一下。这是我们为房车后配的全自动洗衣机，体积比较大，平时就存放在洗澡间里，需要洗澡的时候搬出来到客厅。虽然搬来搬去有些麻烦，但它真的非常好用，而且一次能洗不少衣服。有网友担心说，我们下水管放的比洗衣机高，怕排不了水。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，这种洗衣机有泵，在甩水时会自动泵水排出，所以下水管要高于水位，不然是留不住水的。德州三月份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，趁着不下雨赶紧把衣服晾了。其实我们使用这个车尾晾衣杆的频率真的不多，因为美国的一些私人房车营地有明文规定不能晾衣服，那些情况下只能在洗衣房使用烘干机了。爷爷家的后院晴天特别美，如果能收养点牛马变成个爱心农场也不错。这里的风景从没有动过工，只有几台剪草机偶尔工作，中间的湖也是自然形成的。Veggie 狗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下湖去游泳，然后上来在草地上晒干。我闺女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去湖边摘梅子。这里长了很多野生黑莓，深紫色的更是酸甜可口。哇，你摘这么多梅子啊，好棒哦。我们要在爷爷家休息一周时间，然后就出发去佛罗里达了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免费的赞，关注我，记得回来收看。